想给自己这个一会儿吃那个，你怎么能看出谁吃的多？确实，那就只能计时了。那你就只能计时了。哎呀，咱半点一个小时吧，怎么样？行，计时一小时，看谁吃的多。行。现在几点？现在8:22。8:22。我先吃馄饨。算了，这薯条也得吃完吗？啊，薯条。不是啊，随便你，你能吃多少吃多少。咱最后谁剩的，对，谁剩的多，螺蛳粉。好，我觉得他们是那种视角比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应该是。所以要让裁判自己用勺子去捞了。裁判来决定吧，好吧。裁判到最后就要捞。裁判不可以，就是歪屁股。裁判必须坐着，屁股不许朝向另任何一边。啊，我们要宣誓。我的螺蛳粉。你要宣誓。他已经开始吃了，你宣誓。你要宣誓，保持你宣誓，保持你的公正。小包已经在吃了。现在应该我突然感觉，那我也吃不到你们的饭了。你能吃啊？等我们吃完吧。啊、一人吃一个，这种公平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吃了，我他分餐啊。我现在还没吃，我现在刚喝了狗汤。我现在还没吃，你一人吃一个吧。你先尝尝。为了公平，一人吃一个。匀出来是一模一样的，要不然匀。丈夫给他匀出来，匀出来。我愿意给你匀俩。sorry， 没人给他匀俩不行吗？没人给我匀一个。行，陈建南想跑，他想匀一个。用的新手。匀俩，给你一个、一人一个，匀俩也行，给姐姐也匀一个。姐姐吃吗？她不吃，她房间有很浓。哦，你的小啊，小心，她刚吃完是吗？餐吗？要不点的卖垃圾腿堡啊，老刘。哪里还有纸啊？厕所啊。哎，这。这还有纸，要不要咬口卖垃圾腿堡？我觉得不够。厕所。我想吃螺蛳粉。吃螺蛳粉，那你。我吃。我今天妆真的画的不错哎，乱画的。卡是卡，用流量才行。我们平时直播都用流量，因为很卡。网很差，我已经用流量了，卡也没有办法了。吸管呀，我觉得喝口。我们点的餐都是一样的，就每个人出了一种餐量。我是小馄饨，就每个人点了一份小馄饨。你听听我们讲就行了，我吃饭。陈倩楠是麦乐鸡套餐，然后胡小慧是那个啥来着？就在一个小时内啊，我们是22分开始的裁判啊。但是我的4G也只有3格而已。能不能给根吸管啊，裁判呢？啊，全是主食，好咸呐！直接咸吗？我觉得这很好吃。张林好吃，可乐怎么都没吸管呢？这只有一个勺子，我们已经够吵的了。我给你们放激昂的音乐。没有没有，我们已经够吵了，我觉得。我不说话。我卷他们，我就吃。越说话说的多，吃空气都吃饱了。吃空气？你吃空气能吃饱啊？嗯，我最近食欲不太好。裁判要干嘛？不要压我，我最近食欲一般。那裁判帮我吃一口，因为我有个煎蛋。裁判公平啊，那煎蛋啊，你只能吃一个煎蛋那么多啊？那你们先别吃螺蛳粉，我得给你们每个人都吃着。可以啊。我发现。我感觉就是不够，你知道吗？哇，你说什么？你看一个人才那么点儿。什么？我刚觉得他们发票飞了。我跟你说，你忘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状态不好，他的小红薯，我吃。我说你们不要压住我，我真不行。他们说想看胡小慧。想看张雨欣胡小慧吗？大家想看张雨欣。我晚上食欲是好。成卫衣舞，脱的只剩卫衣，那有什么好看的？确实，我说的是挑脱衣舞，陈建南不允许。他说你得穿一件什么？我说我可以，用。上班其实我还给自己点了个奥利奥麦旋风。哎，没。一个赢家是吗？
没给你点输的是吧？好，对。啊！我本来还想给自己再点个大鸡腿，我忍住了没有点。我跟你讲，我就是吃东西，我就只能吃饭。能吃一种，就是一种吃完再吃另一种，吃杂了我就撑得慌。我就是，哎，必须什么都吃。我不行，我吃杂了我就撑得慌。我吃一种我就会觉得，嗯 ，OK。干净又卫生啊。而且会有成就感，就这份哦，这份吃完吃光了，我就会那种非常大的满足感。嗯，我先。我看过那个，我的男神刘墉。不是，是那个。哦，哪个？那个。啊，我现在吃一个花菜啊，这个花菜它小时候有点调皮。我叫那个大师。长大了有点静谧。但是我手指的泥是大自然的馈赠。对对对。9:22截止是吗？对。嗯，就是他们在草原上，然后在那养了一群羊。原来心里不好也是错。看那个心里不好，原来也是个错。那个什么竹鼠，我没急，你们不要再说，别着急。你们越这样说，感觉。我一样，就你们就不能正常一点跟我聊天吗？他们开始给我想战略了，他们让我先吃，他们让我先吃粉，他们说一会儿先吃汉堡，一会儿泡发。对，所以我让，你看我现在在吃汤，我现在在。他们说这个竹鼠好像中暑了，但是我要最后吃汉堡，因为我最讨厌吃汉堡。啊，我就说看电视。所以你点汉堡的时候，我心里很崩溃。那我们放个《甄嬛传》可以吗？太吵了。我感觉先吃小馄饨是对的，因为。有成就来着，小红红那种泡发。对，我跟你讲，我吃东西是有策略的。这么厉害，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有那个有兵法的人，张子兵法。没有人哎，想要支持裁判陈俊良吗？吃完了这盆，嗯，来，你来看看，吃完了，只剩几个夹不到的面皮了。张雨欣已经吃了一份了，来，老刘来检测，裁判是吧？没问题，汤给你喝。不要。好，我的小馄饨哦，这个汤可以留着吃汉堡解腻，用最汤吃汉堡。那我吃瘦了，那我第二顿吃汉堡吧。因为泡汉堡。不然我最后如果吃饱了吃汉堡就更不好吃了。我也感觉，我就感觉今天点的吃，你知道吗？是嗯，我也是，因为还没到我饿的点呢。我也是，我发现刘杰就是眼大肚子小。嗯，怎么了？看起来不多。你是不是饿了？就什么汉堡？每次打饭就是，就什么汉堡？辣腿堡。辣腿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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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腿，辣腿堡。不是有亲嘴烧吗？为什么不能叫辣嘴堡？哎呀，我最讨厌吃汉堡了。刚吃汉堡，别人测评那个汉堡香菜那个。现在这两边吃汉堡，边喝汤。我这个话会说，他觉得自己会输。好，策略，怎么也得争三保一。这不喝可乐，我喝馄饨汤，因为可乐那个气儿太顶了。可是馄饨汤，我特别喜欢喝可乐，我可乐也不记在内，不记在内，饮料是不记在内的。我就不喝可乐，我就喝馄饨汤，我就把它当水冲进去，不然可乐多顶。为什么？因为你把好吃的都吃走了。对。我输了，就在就是。裁判，换一个到我的了，别总吃他的，裁判。被我吃完。啊！裁判，裁判。到了。不行。酸豆角和酸笋已经青菜都已经。那我们驱逐裁判吧，我们把裁判赶出去。哦，不喜欢吃汉堡，今天妆好好看，我今天就化了10分钟，可能平时就是修饰太过分了。汉堡好吃的，今天比较清水芙蓉出雕饰啊。吃不来面食，你应该吃我的蛋，我给你炒什么的酱。我来吃谁的这个？你的。楚子，你不要吃，我好吃。你可以把我的豆皮吃掉。吃馒头没有咸菜，你吃豆皮一样，你们懂不懂吗？
咋办？你吃豆皮吗？咋办？我们玩上上半场，豆上半场的上半场。嗯，那你把我豆皮都吃了吧。哎，对，如果有客人，我现在没有块的。小红薯我都可以，吃花生那也可以。那冒干。嗯，这螺丝和三棱角都是我的。我感觉钱呢，我吃不了汉堡。筷子呢？钱呢？这没筷子。那我要先吃汉堡，用汉堡顶。而且如果我到最后就是，对，因为如果就是吃饱了我再吃汉堡，我会更难受的。我不是，我必须要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啊！因为他这口红一看起来就是他已经不行了。他应该吃一个。螺丝粉好多哟。鲜红看起来觉得，因为我把我的网云给别人了。伟大的饭，我就不会被影响了哈。你别逼陈楠，等会他远完回来继续吃，吃的更多了。哇塞！陈楠已经快吃完两份了。陈楠拉黑。牛呀！然后简单慢慢吃，过一个小时了。我看一下火锅的蛋糕。什么酱给我加点？有，你看看呗。我突然对陈楠很有兴趣。那陈楠感觉看起来就像那种很有。那我先别吃薯条，薯条有果腹感啊。嗯。原来卡死了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看那些人。吃汉堡真不是我的强项。啊，但是陈楠是一个很能吃汉堡的人。嗯。他真的很能吃。对呀对呀。实不相瞒，这仨都是我不能吃的，因为我平常吃零食比较多。今天吃的那个难吃汉堡你还记得吗？哎，有人烟串。那个什么呢？桃李的。好难吃的汉堡。不难吃啊。你觉得太难吃了。你吃过吗？桃李的汉堡。就便利店卖的那种。我吃过，像面包皮。面包吗？对啊，它就是他家出的汉堡。就很便宜，6块钱吧，大概是。我真的好讨厌吃汉堡，我吃不下汉堡。我鼻涕怎么又堵了？我可以用汉堡换馄饨吗？不可以，不可以。你汉堡确实顶。那你先别吃汉堡了，你先吃那个粉吧。那我之后就再也吃不下了。你帮我拌一下吗，裁判？你帮我吃两份。你喝口水，其实真的好点。吃不下了。我得问有点吃饭，有点不行了。嗯。裁判这个不行，裁判省两位。裁判来之前已经吃了面包了。看起来都不是问题，状态不好。粉儿肯定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吃完是应该的。慢点吃，千娜，我叫晕吗？犯晕了，缺氧了是吧？我一眼都不能看张雨绮随时要晕，我跟你讲，而且我都感觉嗓子。哎，我是没想到，我其实是没想到。我太讨厌，从来不吃汉堡。你知道吗？他嘴里感觉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我这一辈子，我不喝可乐，也不喝吃汉堡，也不吃薯条。我这么废，你要不然喝一口可乐顺顺吧。我不吃，我不喝可乐，喝点可乐顺顺吧。你没看我从来不吃汉堡吗？我从来不吃汉堡。发现这个问题，千千男发现了，他会点啊。不是，陈楠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吃。我爱吃汉堡，爱吃快餐。太烫了。嗯，难怪你这么胜券在握。尤其吃完那个辣的汉堡以后，吃这个感觉更烫了。最后一个，花花都到这一步了，还在卖萌，你我都要晕了，他还在卖萌，我就昏迷了。那个吃的嘴都大了，就还在那夹。
你觉得我假？你觉得我在卖萌？因为你觉得我可爱。我不知道极限赛过去十四分钟了，没关系。你都暴露我内心了。他觉得你可爱，你觉得我觉得你可爱，你觉得我娘我可爱，这都觉得你可爱，都觉得你可爱，那可不是，超级可爱。好，混混吃完了，馄饨和汉堡，我有自己的节奏。哇哦！哇哦！没压错，没压错。什么？我现在只有张雨欣是。我看张雨欣要吐了，我不能看他。这个汉堡打断了张雨欣所有节奏。流泪了，哭了。张雨欣要从鼻孔里出来了。别喝了，再喝越泡越大了。我好多事业，越泡越大了。我好多事业饭，不要大小叉，让我专注吃饭。就是这螺蛳粉有点难吃，你还有最后一颗，有点难吃。这螺蛳粉，旁边有个辣酱，还蛮不错的。嗯，谢谢我的饭迷们，饭迷。哎，我终于知道宝娟是谁了。宝娟，宝莲，宝娟是太皇后的丫鬟。对，是那个是宝娟，是不是那个安陵容的吗？哦，是安陵容的。啊，宝娟，我的汉堡皇。宝娟，我的三。来吧，汉堡皇，快给我。快点尝尝，我说，快给我！我当时，我本来都落后了。我在想一件事，你还有薯条呢。你给干两个，休息五分钟再吃。我给啥子？如果再吃薯条就不行了。你少喝两口汤吧，我还剩着。主播休息五分钟。我不休息。正经的孩子说。反正又不是比快，对不对？压力好大。能吃完就好了，别害怕。哭了，压力好大，真的。把我的勺给我，想瞧你了，兄弟。一个汉堡肉，然后叉子是彻头彻尾，我的自尊全没了。什么没了？他的自尊全没了。我要我哭了，我要一个勺子。哎呀，刚刚就是一个汉堡，我的自尊全没了。你刚刚吃馄饨什么？就是这个，我吃冰淇淋了，我笑哭了，天哪，这太难吃了，胃疼嚼了。哎，你看花花腾出手来吃了汉堡。天哪，只有我这么的。单人专享版，开始。奥利奥麦旋风啊！怎么还这样自己添加给自己加戏的？总不给我们多买一个嘛？吃不下了也。当年的八十个饺子，两盘啊！但是我跟你讲，馄饨我可以吃五碗，但是这个汉堡是真的不行。我感觉冰淇淋也是对的，因为我感觉冰淇淋。我汉堡也不太行。螺蛳粉。忍住！我的尊严，这真的还在塞，那还在塞。给大家讲解一下，现在男生。张雨欣心态崩了呀！这就叫心态崩了，知道吧？哎，我在这一会儿好捧你捧吃，然后给他吃吐。哦，就是你假装自己吃的很有味道，就是你假装自己吃很香，嗯，很香。还好我们三个人没有吧唧嘴，哎，你吧唧嘴，因为吃这个太凉了，住外面。太凉了，这个哇，考上研究生好棒！突然提上来了啊，因为吃到我擅长的东西了。谢谢三味鱼款豆蒜糖花凤梨。哎，我这边有黑粉说我让我吃屎，说狗吃屎。狗吃屎啊！什么 ID 叫做狗？听着他们在笑，在说话，我多吃什么？狗吃屎是什么意思？狗吃屎，吃饭透露这种决绝的绝望。他意思是说他饿了。对啊，他都饿了。我知道他这螺蛳粉是屎，它香，是真香。他们说如果宅男今天晚上赢的话，明天去买彩票。宅男还能喝口可乐，来了。啊，心态一崩，真的不干了。这螺蛳粉未曾嚼烂啊！我其实觉得光棍有点作弊了。他来之前他上了厕所，他。但可以。天地丑子的一停。不能上厕所吗？为什么连厕所都不能上啊？你怎么能出心机？卡眼了，我的意思是。哦，他的意思是卡眼，我没来得及上，好烦。他是卡点了，不是说可以上厕所，没来得及。这才是最心机的策略，大的可以小的。那谁控制得住？你还怎么这样？我先给你卷出来。我觉得这家螺蛳粉没什么味儿，我觉得。对啊，没毛病的，不好喝。怎么会这么心？我又拿了一条麻绳。哎，为什么我感觉我都一点颜色都没有啊？这个螺蛳粉。没有。花卉的是泡的最久的，可能会比较有味。不过，别这，张天南，我看你都已经开
还吃。现在所有人的馄饨和那个都吃完了，汉堡。就差这个粉儿，看谁能把这粉儿吃完了。全是挺顶的。学姐的粉儿，我大把，我俩脑壳。谢谢我的饭米，空心包蛋有两甜的皇冠。我点了，我给自己加了个煎蛋。稳住心态，稳住心态啊！找到自己的 tempo。我想吃上次你在舞蹈教室吃的那个好吃的那个辣，算了没事儿。他们让我嚼一嚼。其实吧，我快吃完了。我现在看一眼谁的进度最快。谢谢，我就这么10点99英镑。哇，稳胜了，我跟你们说。谢谢晋级的99英镑。你看张雨欣，哎，陈楠已经快要看不到粉了，你们还都看不到汤呢。嗯。还有这么多呢，我你看看你的。我怎么觉得我的粉怎么吃都在这里不下去？又开始点了。你不喜欢，再让他吐出去。你不喜欢，太棒，再让他吐回去。你管他，你吃完就行了。举报，嗯，你干扰。我以为你说我的粉吐你完了呢。怎么你不喜欢？我举报，再让他吐粪。啊，都是我的，我自己都吃了。天哪！我天啊，真艰难，太过分了。你想开始就是吃完了开始干扰别人，你看他这碗里跟没下一样。我不用怕，到几分来着？忘了，9点多呢。9:22干嘛？慢慢吃。先急不急？现在不急。43呢。吃是肯定吃得完。慢慢吃吧。才21分钟快结束了。嗯。你还有个薯条呢，嗯，谁家樱花豆腐还有吃的，谁家给你。我叫你把薯条泡里边吃。如果都吃完了，是不是就按速度算了？嗯，不是，是啊，当然了。你看，嗯，说不出话来了。别笑了，都是哕了。嗯，这句话还没说出来，好好。憋死了，没有薯条呢，啊，完了，薯条是陈建南的强项。什么？薯条是陈建南的强项。我吃薯条跟吃纸有什么区别？薯条先打死才行。我觉得，我哎呀，我第一局的小馄饨实在是，你要赖小馄饨了，太精彩了。他开始一往昔了。汉堡给我拖了太多时间，这死汉堡。肉又多又干，但是今天没有说，他们感觉吃他那碗干干的。你喝点汤吧，但是怎么没有说？如果都吃完了，就按时间来。不要用说了。每个人咀嚼的能力和嗓子的咽下去能力不一样，比的就是这些嘛。你以为我这么多年的咬技是怎么来的？就这样子。在大家实力相当的时候就比天赋了，我这是比毅力。我有张雨欣嗓子怎么吃完了？吃完了，来薯条了，吃完了。你还有薯条捞一捞，再捞一捞，自己两个球没吃完了。吃完了，确实吃完了啊，很厉害啊。我一会儿给店家包会的，我一会儿给店家差评，怎么有一碗水少了，还剩这么多。确实，为什么叉子看起来这么干啊？对吧？因为我这个就是干。吃播没有人支持陈建南吗？陈建南吃了这么多，因为你今天都没吃。我吃了，我下午想起来了，我回去吃了半个面包。天哪！我本来以为我没吃，回来我发现我世界崩塌了。谢 RAVNDR 送的爱心气球。所以我们平时饭量真的有这么多呀？有。天哪！让张雨欣嚼一下，别吃那么多。好震惊啊！我一直以为我们吃的很少呢，我们饭量居然有这么多。对吧？我就感觉，我心态崩了，家人。没有酱，没有酱，不说话。山南暴露出局了。没有酱。出现不是出现，出现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的规矩就是规矩。记住。好伤感啊！嗯，想哭。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好伤感，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天哪！我看到这些太顶了，又都是面食。哎，你们俩是不是看饱了？哎，我昨天我昨天说的那些大放厥词的话，现在想脸好疼啊！我在疯狂辱骂陈建南。别菜！我说陈建南，
自以为是，自不量力，自己打自己脸，是谁打谁的脸？以后不吃汉堡了。是陈建南在用他的汉堡打我的脸。好啊，风铃，下次我们不点汉堡了。他是用汉堡打我的脸。怎么可能有人吃那家这么多薯条？现在已经没有人 care 花花了，他自己完全没有人再看他了。主要是薯条，这薯条凉了，我要求裁判给我们把薯条震一下。这蛇，裁判只是裁判了，不管这个，你找场务吧，这也这儿呢。为什么嚼辣？这薯条，谢谢。我知道，这样吧，幸亏没先吃薯条。把那个，哎呀妈，哎呀！啊，你别吐啊！我也噎着了。你要是吐的话，我全盘托出。把那空气炸锅拿来给我们炸炸。空气炸锅就要这么吃才能比得出来实力，热了就都能吃得下了。都能吃得下，我感觉你看都不成问题。你看啊，姐姐，你要为你的话负责，一会儿给你点个三个套餐。你看发现了没有，从刚开始夹到现在已经夹不动了。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子的。你不喜欢吗？你是不是看累了，所以你就出现了错觉，以为我又变了？我知道小包其实最累的，他一边要吃饭一边要努力的夹。对，他分身乏术，他要让嗓子大一点通过去，我再让嗓子扁一点，我夹住他。天哪，小包赢了，那这样说他们那个天哪，我边吃饭边表演，很辛苦，我厉害。他左右横跳，很艰难哈。哎，哎呀，我吃完了，我先吃完了，咋办？我觉得下一个难点就是这个薯条。我吃完了，薯条了。非让我给他看一眼。我看赵军吃，我想吐。行，还好没看。赵军现在越来越看起来没有食欲了。包括那边看，那个汉堡给是不是？我把汉堡打爆了。捞一下看看是不是真吃完了。嗯，就是这个蛋了。他这个蛋他给自己加的，必须吃完啊。啊，没有说必须吃完，我只想吃它。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也很对不起陈倩的。哈，下跪。我想吃番茄酱，没有。下跪，男儿吃下有黄金。我们那有番茄酱吗？番茄酱有啊，给你们啊。只有一袋，他一共三份薯条，就给了四袋番茄酱。那一袋我给了给钱囊了，没了。还跟我一起吃？那不行，这么说的。为什么？我们有份额的呀。一共就四包番茄酱，你吃两包了。我一包，还有一包呢。我得要一包吧。你不抢别的吗？对，小雨青菜啊。我的也不是四包，我们就三个人。那我不知道。不知道魏是要干嘛来着？他输了，输给我，他要干嘛来着？这里也有麦旋风，这个不是吗？你输了，我要干嘛来着？吃完了。嗯。我输了，你要干嘛？我输了，你要干嘛？你输了给我了，你要干嘛？他俩还没有赌注是吧？给你跳一整首《爱看不烂》，不是你跳一整首。好无聊的赌注。他自己说的，你想一个，你想一个。我知道了，你被他跳一整首《拉米拉米》。啊，这个可以。你被我跳一整首《拉米拉米》。我怕你死在台上。我没事。我一下子会给你颠出去。不会的，不会的。一定会的。不会吗？坚如磐石。小心！陈建南，你还要弄湿我的什么东西？小心！吃过了，最凉了啊！俯卧撑这个才无聊呢。现在过去半个小时，昨天张鑫快要赢了，我感觉。真的吗？没有没有。昨天我看了一下，别人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让胸变小。现在根本就不是吃东西了，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心变小？不要打扰我。学会啥这个东西啊？根本就不带教。他昨天送给我的。牙废了。他
哎，你们俩我看了以后发现我每天都在做别人，他就变小的人。叉叉真的很有信念感，他平时就很有信念感。我平时需要出门，他陪我去，完全靠信念感。真的。起床。因为那天我说开出去，我就管他吃饭，他一下就起来了。啥来着？我忘了，我想想啊。冲澡的时候是从下往上冲的，不，从上往下冲的。从下往上冲澡，从上往下。什么？怎么让胸变大？什么？变小分变大？为什么变小？你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吧？也没有吧？是不是有点盲目自信了？不是，是人家推送给我们。那为什么推送给你？蛮看得起你的，从来没有人推送给我。赵雨欣好恶，对不对？啊？怎么恶了？他这样是，这样是。别让我笑，我笑的没有力气了。不要打扰选手。我把我自己喷出来。我用了4G，如果卡就没用了。他们俩在干嘛？趁着时间赶快吃，让他俩笑。他们说没听见。嗯，没听见。你还没听见什么？我感觉我好像猜到了。没有，就是你们说的。大家看我这薯条。看你薯条什么？不要说。你没见过张雨欣吃饭这么恶心的人？不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只要不吃汉堡跟薯条，我就是。我最讨厌吃汉堡跟薯条，太难吃了。看一下进度，全男，我还不想吃了呢。张雨欣已经哭了，太难吃，太难吃。张雨欣现在快要赢了，差点儿哭，你知道吗？啊，快会快了！他开始表演一下，我要赶上。前男刚开始以为他赢了，但是太难吃了，在此一举吧。吃汉堡太难吃了。眼眶都烫。自己三十多。吞不下去了，谁让男先生拿手把嘴捂住，你快别用，差点给我呛到鼻子里。你看看，还不从上面出来，从下面出来，太干了，这都，那个没有面烫了还行。那人家呢？啊，馒头。哎，是不是没有番茄酱了，只能干这个？好搞笑，咱俩在干什么？我是不会。哎呦，太讨厌吃汉堡了。我为什么体会到？他们说我在制作薯饼。好恶心啊！你现在感觉不像上下。你吃完了？啊！你赢了？没有，哇哦！明天下去都不算啊！我张雨欣也起来了！哇哦！
是现在所有人都没吃完呢，在嘴里的不算啊，必须要咽下去才行。我感觉张雨欣铁输了。包括还没，谁肚子叫了？难饿。饿不行了，这才是人。讨厌吃汉堡。别让我笑，我一笑我吃不下。我现在是我刚出道的时候。那我也是。包括吃完了是吧？嗯。多少？那还是你最多，真的。昨天当场绝死。我连我都没什么吃。好了，先胡小味儿赢了。别哭了，别哭了，赶紧查查。辛苦了。晚上我早上吃了很久很久。我走了，成果，哎，慢点，好，不，你是不是不爱吃？等会天飞进去跟他比谁咽得下去。可乐算吗？可乐不算。我看他吃这么久，可乐是水。挤过一次番茄酱，只往嘴里挤过一次番茄酱。我不想吃。好多次啊，对吧？你等等吧，张雨欣，既然咱喝吃完了，你就不用吃了。不，就算大家都已经吃完了，我也要吃完。没有了，我不会最后一名吧？慢点，最后一名。天哪！汉堡，我恨你！以后张莎莎不能跟我说，要天天跟我比谁吃的多了。汉堡，我恨你这个美国的东西！我封杀你！我禁止汉堡出入中国。我的麦旋风吃完了，你还是麦旋风？还有，还有。那他们俩还不一定谁赢呢。对，加油，加油。嗯。喝了不算。哎呀，啥？嗯。我刚刚你张嘴。嗯。刚。你张开，张开。都是啥？我输了，刘姐，你等等，我检查一下，舌头下面，哎，我可乐还喝那么多呢，这是你输给了汉堡，我输给了汉堡，我没有输给粮，输给了汉堡，我还带了这个猫猫，我喝完了，这个牛猫猫还没吃呢，天哎，但是我，你看花花吃完又开始夹了，啊，不要这样说我。好就是对我有滤镜。我觉得我撑是因为我喝可乐喝的。嗯，天哪，一瓶可乐都喝完了。嗯，喝得太顶了。我不喜欢喝可乐。我可乐，我跟你说，前面我都没怎么喝可乐，后边那个薯条下不进去，下不下去，太干了。下次我们比赛吃中餐怎么样？再比赛吃米饭。可乐太凉了，吃米饭吃了牙疼。三份木桶饭。怎么样？给大家定下鸳鸯三份木桶饭，感觉比冰还凉。有没有人要参赛？去那个馆儿告知。我不参加。啊，参什么赛？三份木桶饭，下一次我不要，我不参加。吃饭我很有实力。花花已经胖了。他怕我。我减肥。他怕我这个第三名。对。轮到减肥。啊，等会儿你说下一轮不会是一会儿吧？不是了。我也吃完了小菜。这个主办方也是。完全不在乎自己手下艺人的这个。小蛋，我吃完了。哦。嗯，颁奖吧。九点整了。噔。放个音乐，放个音乐。嗯。你唱一个吧。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是。没有。我来开个口号。我恨汉堡。刚吃饭的时候应该放这个。小米。我讨厌吃汉堡。我看到我就要哕了。我一来我就感觉我要哕了。其实我不撑，我塞不进，就是嘴干。太干了那个薯条。吃汉堡我了。太干了。怎么把？哦，好恶心！你别在我面上去了。为什么？
什么？我喝口这个汤。啊，是不是我的汤吧？是你们汤都没倒完。难怪我的这么干，我的汤就没点儿，我这一点儿点儿汤都没倒完，天蓝的也没倒完。哦，好吧。汤还剩这么多呢，因为太多了，搁不下。我现在好自卑啊！你要干杯还是干杯？我现在的荧光棒颁奖啊，从第三名开始颁吧。你想要奖？我想要。哎，那个饭已经饱了，那就合唱一首歌吧。怎么了？我现在很自卑，我看到陈建南，我都是要绕道走。我说，哎，这样不好意思打招呼。手下败将。我以后我们不吃薯条了，行吗？不吃汉堡。想吃薯条，这薯条太不吃。而且不想吃汉堡。这个螺丝粉也不好吃，香香臭臭白吃。而且我都感觉吃完这三顿，我的咬肌变大了。不吃汉堡，不吃汉堡。那个什么，我有强项，我的强项是馄饨，所以我馄饨吃的很快。但一到汉堡我就卡壳了，我就如鲠在喉。我没有强项，我都是如芒在背。我吃的慢，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小时候我早产，我也没停啊。哦，你还休息五分钟。第三名开始卖惨了，第三名开始卖惨。不是指这个耐力，而是指为什么我吃不了这些汉堡和干的东西呢？时间的，是因为我是早产，我要花很长时间。我这个早产呢，就是小时候喉管发育的不好，坐在我的喉管很小，从第一个坐到最后一个那个，就是太大了的东西它塞不进去。你看人家第一名不着结果，第二名也不着结果，只有你第三名不停在那。因为第三名输了。我小时候差点死了，因为我脑袋着了地。天哪，你难怪现在。然后小时候就口吐白沫，你看我手脚也很小。是哦，难怪智商也是。我怀疑我是，你看人身攻击，比不过别人人身攻击。我说难怪你智商也没有什么问题。哦、你怎么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呢？哼，夺君子之腹。哼，管你呢。他是英文系的，没办法。You bad girl 。You bad girl。Shut up。我要口红，我也要口红，口红 OK， 口红呢 ？Mouth Home，Mouth Red。芬士尔伯口红。芬士尔伯是哪个口音呢？随便拿一个可以，这个 beautiful。随便拿一个。啊？哎，不得按顺序，谁口红？就从第三名开始吗？怎么了？按顺序涂口红。那好吧，那第一名先涂吧。来来，第一名先涂啊！第一名先涂。好，我先涂。别提了，第三。我真觉得我这一盘薯条。别提了，已经热泪盈眶了。对不起，家乡父老对我的期待。不要拿小一个没说完。裁判，我完了完了！裁判，他犯规，他犯规！哎，我不知道里面有一个。我是这样的，我没有，没有，不能拼命，我没有，我一根都没。捡漏，专心捡漏。裁判第二名犯规，第二名留了一根，你这么一长根，给我们，你第三名给我们。这么说，给第三名捡了个汉堡。裁判你来，要主持公道。我知道，让第一名和第二名给第三名买一份汉堡套餐。所以现在谁是第二名？他有一个没吃完。你把那个汉堡套餐钱给我啊！让你吧，看你小，让你。谢谢老太太，姐姐，想打喷嚏，没有反转，他们不承认我这个第二名，但我在我心里我是第二名。哎，刚刚我看到那个薯条，一瞬间我觉得我凉，哎呦，好兴奋啊！海报拍掌，这不是有支架吗？我刚刚说，但是这个好不太好用。吓死我！我刚刚说这，哎，他在我的视线盲区，跟你讲。那你人蛮诚实的，要是我当然吃饱了，这都吃不饱，那不是人吗？没有，是因为我跟刘世贤视线对上了，要不然我就没有发生。所以老刘就是用这个测试你的幸运度。这边的灯好黄呀，这个光。你那已经不错了。真的吗？嗯、你那已经不错了。我怎么觉得你的屏幕比我的白呢？我也觉得，我觉得，哦，你是什么好手机啊？iPhone 12 Pro Max， 这么厉害？有人要去海南了，什么时候？就最近吧。不能等发工资吗？八月初可以。可以。行。海南。说了啊，孙子不去。孙子不去。但是我要。孙子在那儿呢。但是我要先回一趟家。什么时候？三月初啊。三月初你什么时候回家？怎么突然感觉小胖瘦了？三月初你什么时候回家？太累了吧，刚运动。什么意思？去了，怎么样？可以。就3月7号可能回一趟家，那这样吧，嗯，
我们3月5号去，你3月7号回家。那我去那待一天，我坐飞机玩呢。两天去免税店买 iPhone 13 Pro Max。我不是让张，不是让你们给我带 iPhone 十三 Pro Max 的。谢谢大西瓜。什么金玉三家了？没人。废话吗？这就三个人，怎么在那羞辱我？哎呦！别说了，我现在很自卑。啊，我很牛哎。嗯，但不行，再晚的话。谢谢不敌努力的三三的爱心气球，谢谢你的爱心气球。我现在很自卑，兄弟们、家人们。三月五，我应该去不了海南。千千男很自卑，没有得到第一名。千千男绿茶。如果有人能够支持千男，会很开心。千千男在当着我的面说这些。千千男这么努力。我要把我昨天的电台删掉。哎、我们应该像我们抖音，像抖音一样，我们一口吃一口一头猪。大家家人们双击。我现在对我自己很不自信，我觉得我一口只能吃一口的猪。现在是这样子。吃一点点小嘴的，他只能喝小嘴嘴的饮料，欧泡果奶。我可以去啊。写不早睡，只要你不嫌弃我是第三名就好。哎、我们后面6号，我们27号有公演是吗？哦，27号。怎么我？29号吗？很自卑，我现在很自卑，家人们。你怎么这么黄？愧对了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喜爱。不是战术问题，是汉堡的问题，也不是汉堡的问题，是因为陈倩南就是我命中的克星。嗯、知道了吧？知道了吧？你知道吗？我很多人跟我说，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我最恨的东西。很多人跟我说张雨欣吃的非常多，把我震慑到了。我来了，我今天一见张雨欣，还说听说你吃的非常非常多、嗯。结果我还在那装，我说没事，我会让你一会儿的，不会让你输的太惨。荧光棒，我现在还愿赌服输，啥意思？你跟我比拼了？哎，对、啊、我张雨欣、啊，哎，张雨欣、啊，真的难羞辱我。张雨欣要跳那个脱衣舞了，直播跳脱衣舞了，真的难羞辱我，真的难羞辱我。啊，自己在那赌，就赌十根荧光棒，还好意思赌？就十根，有谁都没意思赌？我就哎，我记得很多人说我就第三名、啊，我的一生谁说我是第三名？谁第三名？谁第三名？第三名怎么了？第三名怎么了？怎么了？我好歹还是御三家呢，哦，怎么也有个牌牌季军吗？好自卑啊！哎，举办的是大胃王大赛，大胃王大赛，谢重的66个，为什么我宝莲头的时候还要美黑？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准备工作什么之类的，有肯定有。场记我们可以收一下吗？肯定有。我现在闻到汉堡，我想吁。什么？突然给我安排了个岗位。岗位场记。来一起。My friend， 来一起说。不是，我现在闻到这汉堡味，我就恨，我心情差。开玩笑的啦，我才不要退给他呢。我退给你啊、哦，我开玩笑的，你就当我刚刚在。哎，这盖儿去哪儿了？盖儿去哪儿了？心情很差，真。我没有提前吃很多，我就吃了一些关东煮，然后吃了点全麦面包。我也吃了面包。我下次说，我现在吃东西就很差，心情很差。嗯、我好自卑啊！第二，我好自卑啊！自卑，自卑，自卑。自卑，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首歌叫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比拼这个？年少有为，自卑。给你点一首《年少有为》。我自卑。怎么会有人因为有人给张雨欣点一首年那个？不是吃的少，是吃的慢。是吃，我现在还能吃，你信不信？加十赛。吃吧，两个那个给啥？我吃馄饨。我吃馄饨。哎，幸亏啊，幸亏你们这馄饨里没有加虾皮儿，要不然我一口吃不了。天哪，他们说唱的好，奖励一个汉堡。谢谢龟嬷嬷，谢谢彩虹。聊聊提汉堡，我这一身之敌。场记，帮帮忙。不自卑。哦，对，叉子，记得要铲屎哦，从今天开始。哎，老刘，今天多少号？21，是吧？是21号哈。19号。嗯，我是问你我要干什么？你说我你要干嘛来着？今天19号，产到20号。他说我他要干嘛来着？他扎宝莲头。啊，宝莲儿品如哥哥。这不是我输给你哥哥，我全场输这个，就是我上次输的那个头。品如哥哥头，就是那个跳拉蜜的那个脑袋。能全场扎宝莲头，宝莲儿，宝莲儿扎宝娟头也行。你那么喜欢宝娟，你扎宝娟头也行。然后那个叉子是给我铲10天。
垫的屎。今天是真给你踩屎，给你踩屎。你自己不会抽吗？有点恐怖吧？扎时间屁股吧，要不就完了。给我的妈咪。今天19号我们到。给我这样，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是我负责，是我干的。现在，哎，我们玩游戏吧，我们玩游戏吧，我们玩故事接龙。故事接龙，那你先从姐姐开始吧。从姐姐开始，姐姐故事接龙。那我们就用这个天天都在 MZ 上出现的，有一天直接来从350衣衫不整的出去。接什么呀？好，刘。Yes, 那随便去从哪？有一天陈楠从350衣衫不整的跑了出去，然后我很好奇的走进了350，发现了青玉文躺在床上美滋滋的对着墙笑。什么东西？美滋滋对着墙墙笑。好放荡的画面。我觉得这个有点危险，这个画面。对着墙，你掰一掰，好恐怖！一个人对着一个墙。老刘来到你了，你掰一掰。你掰一掰。青玉纯现在你跑出去了，叫什么掰吧？他对着墙笑，青玉对着墙笑。然后我定睛一看，发现砸我的。定睛一看，发现墙上原来是在投影。正经了，正经了，正经了。他播着一部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男女美食。播着一部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好，到我也掰一掰。播了什么？播了一部男女爱情片。然后呢，我也定睛一看，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定睛一看，我一看，哎，这不是陈倩楠演的吗？好甜吗？我说，他什么时候演的？然后呢，这个亲我跟我说，嘘，我偷拍的。你不要告诉他，就是我在他的宿舍里面放了一个微型摄像头，每天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好变态啊！举报。陈倩楠到你了。陈倩楠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针孔摄像头，但是全中心那个最猥琐的人只能是青玉文，他当时就要去找青玉文。去，可是你不是刚衣衫不整从里面出来吗？他回家了。衣衫不整的原因是因为刚睡醒，发现了这个在自己房间刚睡醒来找他理论。然后就又走了是吧？然后就跟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弄的？你还在房间里这么投影，给这么多人看，光明正大大的用投影仪看这种视频，因为你太吸粉了吧。然后你没理论过他，所以出去了是吗？因为我找不到抓他的证据。青文说证据呢，你拿证据来，是不是我？我说但是你在看。他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应该是张雨欣弄的吧？啊，怎么又到我身上？然后呢？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去找张雨欣理论。那我在哪？我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在哪？到小巴了，我在哪呢？这是一个探，你在我床底下，这是一个侦探片。然后陈楠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他打开房间，这个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件衣服，他觉得这个衣服很眼熟。一看上面写着叉叉。我的衣服上面为什么会写叉叉呢？他觉得完蛋了，完蛋了，是那个牌子 Inks。叉叉。印叉叉。印叉叉。完蛋了，完蛋了，他的房间已经有人来过了。他觉得好可怕，这个人到底是走了呢，还是说就藏在这个屋子里？他想着说，怎么是侦探剧啊？这是一个推理剧。他打算测试一下，于是他拿着自己的手机，打算给叉叉发个消息。于是他点开了语音通话。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怎么这么长啊？声音在他的床底下透露出来。他埋人床底下，他还要开语音，还要开。然后我一低头，发现赵雨欣这样子。刘杰自己啊，你还有啊？你这要写多少字啊？然后这说完，然后明白了，等下。你怎么听不明白他在哪个房间？我在他房间。然后陈倩楠小心翼翼地爬向了床底，一看发现只有手机，人不在。好恐怖。好，方便啦，继续。让我想一想啊。然后陈倩楠拿着手机又去找了金玉文。为什么你让我去找金玉文？我到底在哪里啊？我会出现在这个故事里吗？我会不会出现在这个故事里啊？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种，就是通过文字出现？我人其实不用参与这部影片。
特别出腰，没锁没锁，是张艺兴是吧？然后说，然后对新闻说，走啊，去卸货，去卸货。嗯，这是什么？这他刚发现他在那儿，就是偷拍了他，怎么又会跟他去卸货的？就按他的逻辑来，就按他的逻辑，这没有逻辑，没了。然后两个人走到了码头上，发现今天没活干。然后两人一筹莫展，没活干的话，那就青文，青文觉得好烦、好累又好晒，他还是想念就是在房间里看着快着投影的那种感觉。他说算了，走吧，我们回去吧，我给你看我的那个独家珍藏。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350，然后又播放起了一部影片。影片的女主角居然是叉叉。哦，这不必吧，真的、哦、不必吧，叉叉不必吧，真的。影片的女主角竟然是叉叉。这个时候，叉叉突然破门而出，对着青文大喊：“我的手机呢？哎，我刚不是把我的手机借给你点外卖了吗？你怎么不还给我？”然后开始布局。突然，陈建南像知道了什么样，哦，嘣一下。如有神助，他了解了一切，原来是你秦宇文，你作威作势，你嫁祸给叉叉，嫁祸给叉叉，我给我好人设，我给我自己掰回来。叉叉一顿输出，但是大家刚才听到了，叉叉刚说了一句"蹦"，他从柜门出来，我从柜门出来，我刚从房门出来，破门而出，我破门，那是破门而出，我是破柜门而出，我是破大门而出。我为什么要在柜子里躲着？柜门人说，这个时候青文就说，你为什么一直在我的衣柜里待着，即便这是你的房间，你房间没有衣柜，没有衣柜，我下冰柜吧，不是冰柜。你为什么从冰柜里出来？我脑袋给掉了，脑袋给掉了，我死了，我领盒饭了。这个时候叉叉说，我领盒饭了，家人们，当初你对我做的那些龌龊事，什么龌龊事啊？你说完再掉脑袋不行吗？你以为你把我放在冰箱里，我就不会来准？可是冰箱根本放不下我的头啊！这么小用？你以为我就不会来找你们？我会化身为厉鬼？我现在根本找不了，我头都掉了，我怎么找？咒你！我会化身为厉鬼？我现在是断头人，根本就不是厉鬼。他说我诅咒你！叫我说完，我脑子里就没东西了。我想那个冰柜怎么装？就给别人了，放吧，你就放手吧，你放手吧，你放手吧，你。这个时候，啊，诅咒你，诅咒你，是我这个时候已经头断了的状态是吗？不是头是那样，就像一个头正滚在地上，诅咒你。你看我看你模特吧，里面有一个没头的。哦，看过，嗯，吓坏了。这么好笑，那你跟我分享一下吗？怎么了？旁边都冷下来了，你笑什么？你跟我说一说，多好笑！有乌鸦飞过，无头叉叉一问路，咕嘎咕嘎。他刚一直说诅咒你，太好笑。他说什么？他说你诅咒你，太好笑了。诅咒你。哦，然后我叉叉又走了，对，头已经掉，我从哪里出来？他说完，他又从门后，他从后来，我已经掉下来了，我已经从冰柜掉下来了。说完，他说，哈哈哈，看我新给自己制造的玩具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哦、可以。你要是敢背叛我，在外面找一些不该找的人，我就来。我对谁说这句话？你的下场就会和这个玩具一模一样。我对陈建南讲这句话，也对青雨我讲这句话。但是对青雨儿啊，哎呀，都不对头，该对谁讲？我跟陈建南都刚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不该找，不该找人，我不是在门口站着吗？我觉得我跟我的头讲这种话更适合。然后这个时候，陈建南一把抓住叉叉的脖子，抓住我这一只，哎呀，你抓叉，你为什么？你的手机放在我的床底，你平常都干些什么事？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发疯了。什么叉叉？哎，这是胡小慧疯了吧？什么叉叉？你对着我干了什么？好，交给刘杰了。他把我刚刚的前提全都忘记了，你把我的前提全忘了。手机是青文嫁祸给我，专门放到他床底下的。什么？什么时候讲？你根本就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吴小慧。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脑子里只有诅咒你。
还有背着我，背着我。姐，不是，我刚。还停吗？你在这装什么装？好了，给你，给你圆回来了吧？烂蛋！真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快快，然后金牛发疯了，然后跑去找又发疯了，不想玩又发疯了，哎、新角色。然后说，问他，我是小青。然后，这个金牛发疯了，去找胡小慧说。嗯。其实我看到的女主是胡小慧儿。哦，你说是哪部？有两部，可是一部不是他，一部是我呀。第二部是我呀，第一部是他，第二部是我。难道有三部？他谁都有，他到底有多少部？天龙十八部，他这个人。你就是说吧，天龙，我都忘了前面讲的是什么了，感觉。哟，头发好油油，感觉。来吧，老刘掰一掰。我救命啊！宅男讲到那儿，我还知道怎么掰；胡小慧讲到那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掰了。刘杰再讲完，我一片迷茫。我觉得刘杰讲这个跟整个故事没有关系。刘杰开新本儿，跟你讲。我觉得刘杰是自己就想说什么说什么。刘杰是讲到哪儿了你？别看，他说看了第三部，是胡小慧是主角。风好大，胡小慧是闭眼。然后青文说，我看到那个主角。就青文去找胡小慧，说我还有一部好片子，你是主角，是吧？是吗？什么？还卡呢？就是我看的第二部，其实是胡小慧。那第二不是我吗？张雨欣是吧？那就是胡小慧和张雨欣啊！我知道了，就是然后静文说大家都，可是大家都看成了张雨欣，因为他们俩头一样大。去你的吧，哥！然后我的头像皮球。静文就像胡小慧偷白心意，他说其实我看的是你，我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你。然后这个叉叉手机也是我偷的，不过我都是为了障眼法，我只是想给叉叉和陈南牵个线。天哪，我的目的好感人哦！我的目的在于你，我的心意自始至终都是你。这是谁？是谁的角度？这是青雨文。你这变成一个暗恋故事，从个恐怖故事变得很唯美啊！然后那个花花就说啊，可是我，好像。然后试了半天，什么也没可试出来。是你可试不出来的。出来了吧你？急死个人了，哥！一口痰我卡在这儿了。然后庆文一瞬间觉得不行，他不能爱一个假子，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觉得不如还是陈建南最好吧。好，到我了。庆文从胡小慧的房间，因为他的夹子攻击，他离开了，因为庆文自卑了。为什么呢？因为庆文的嗓子是这样的，但胡小慧夹起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隔壁爱转角的时候，他从这个胡小慧的房间出来，直走这个走廊，看到了正在那边用他粗糙的声音破口大骂的陈倩南。我靠，谁在我门口放手机？谁偷看我这个摄影机？我看你明天你是不是吃惊永远拿不到冠军？就听他在用他这个粗哑的嗓子在这练 rap， 在骂人的时候，一下子深深迷住了。哦，原来世界上有跟我如此契合之人。于是他又掏开手机，翻看出了他的第一部。到哪儿了？到第一部出了。故事到哪儿了？我都懵了。没有任何内容。故事发展到这里，大家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人。还有故事线呢？这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摆着无数的电视机，但是电视机里播放内容不是别人，而是每一个房间全中心的每一个人的动静。是那个人就是刘书贤，门卫大叔。刘书贤，没错，刘书贤表面上是门卫大叔，但是其实他什么时候有的这个表面？原来你是门卫大叔。但是他其实他能看见，他在每个房间都装了监控。这个他其实不是门卫大叔。我发现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们是一群人负责把一个故事讲的稀烂，然后全来开辟一个新故事。真是每次受不了了，每次都要来个新路径，受不了了。而且我知道，讲下去就扔掉，重新开一个。而且我知道了。是青云文的一二三四部都是刘书贤卖给他的，没错，是不是啊？所以他有每个人为主角的片儿，刘贤卖，刘贤卖片儿，刘贤有每个人的片儿，都这样的，卖片儿，大人看的片儿。
那边那边哇风衣展开那边那边那边大人看那边那边谁的片都有大人的片大人的片但是呢、嗯、他唯独有一个房间的片他不卖就是327的房间废话因为我自己出的我自己出哪儿卖我自己片具体什么原因卖片卖片我自己的你们自己品吧陈楠在门口陈楠在门口破口大骂这时候吵到了胡小慧休息胡小慧冲出来冲着陈楠喊你什么口气你好像啊啊我说哦我说我在骂别人这个时候刘淑贤出现了我们要不然换一个话题你来你来我刘淑贤出现说世界毁灭吧然后我拿着大炸弹把所有人都炸死了你好坏又偷窥又卖偏见结束了吗你结束了吗结束了你结束了你已经炸死了你已经把我们都炸死了这个坏女人你这个幕后大反我来接了啊你接鬼片吧不过是你开始打复活了但是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死、嗯、因为刘淑贤保留下了每个人的基因然后创造了一个元宇宙然后他先是把这个陈彦南和那个青文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培养出了两个光腚兄弟光腚是不是那种粘在连体儿了连体儿然后他又培养出两个大头姐妹然后谁啊就是胡杨威跟谁、啊、我不知道是谁的你猜一猜猜不到好难啊然后呢他又培育出了两个那个就是匹诺曹鼻子非常的好看一个是西西一个是刘姐然后呢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就是团体然后在畸形秀对畸形秀没有困了畸形秀还有原因是我在一天晚上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就是这个比谁吃得过这个游戏回到现实然后那个胡小慧以那个微弱的一点优势险胜然后这个陈彦南得到了倒数第一名的成绩然后你要不还是把我删了吧然后呢咱们蛋糕到我了可以到你了然后呢陈彦南拿到了倒数第一的成绩因为我们都不是本人嘛我们是用一点点那个基因这个刘淑贤就不把我们当成人他们不当我成奴隶、哦、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的就比如说我是专门给他的猫铲屎的、哦、然后呢陈倩南就是就是每次给他换拖鞋给他洗脚、哦、给他洗袜子然后呢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各司其职、嗯、然后刘杰就负责在旁边就是给他唱歌、哦、就晚上睡觉、哦、睡不着就音响你知道吗他刘贤就想要这种人体音响放个歌我要什么人体要一个人体痒痒挠对胡小慧是你的人体痒痒挠充当你的还有一个是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有时候你想听夹子音了但是听不到就怀念的时候就胡小慧就给你夹一段、哎、让你开开心心回到过去只要这里搞一个牙签就像夹子笑脸这么给我来一个他在干嘛还有吗真的、啊、然后呢讲完然后呢不是我们这个基因人进行了一场这个吃东西大赛吗吃食物大赛然后呢胡小慧以微弱的势力得到了第一陈建南倒数第一然后张雨欣第二突然天宫一阵惊雷陈建南紫金变陈建南突然站起来他说嗯不对我怎么记得我是第二名我以为他说不对我怎么记得我才是第一次的女主角你是第二名陈楠说我记得我是第二名但是陈楠已经不想再去纠结这些了他这时候说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故事接龙吧好无聊好就故事接龙就从节节性开始吧就噩梦循环噩梦的那我们故事开龙的内容就是陈建南衣衫破折的走350离开那就从节节开始吧噩梦轮回了这不是家人们啊这次从小慧先开始吗
还有啦，还有啦。还是做那个。不，你随便起个头。换一个吧，前男累了。随便起个头。涂点散粉，有点油。我想要。好，那就是，也是这个吧，但是，是陈建南从350的屋子里跑出去，他说：“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那是怎么急救？你叫什么？救命！救命！啊！这边，怎么更夹了？他为什么更夹了？他肯定有声带小结，我跟你讲，得有。他因为他发声不对，发声你是用嗓子发声的，你小心。你也是，我没有，我是用丹田。你不是，我用什么？他说，完了。我哑了，我夹不来了。我们讲这里有人在做人体实验，我的胳膊没有。大武林在做人体实验吗？谁有这个能力呢？那只能是陈建南。快点打！陈建南，110保健品。然后陈建南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姐姐，说。我知道了，你先去那边坐着，我给你打报警电话。说完这句话之后，姐姐把手机放下，从背后准备了一把刀给你了。姐姐也交给你，你想干嘛？然后卸下了陈天南的四肢。哦哟，迷离原相谱，把它放进了冰箱。然后放冰箱放不下呀。不是，放了冰箱，发现冰箱里还有一个照相机，有我的头在里面，不知道吗？先把照相机的头拿出来，这个男的帮你。好离谱啊！怎么？然后陈楠说：“快来帮我。”他心里还惦记着，一定要自救，一定要就是揭破这场恶行，所以他把手机掏出来，用牙掏出来，但是牙给勾着了。可是你裤子兜也没了，从哪儿掏的？我知道，给我。哎，我这是个人棍吧？是个人棍吧？人质，人质，人质，我知道了，因为。陈建南没有四肢，人质在冰箱里，人质还放张雨欣的头也在冰箱。张雨欣，我知道你最古锥。陈建南，他们俩用嘴对接了一个手机。陈建南说：“张雨欣，帮我把手机拿出来。”张雨欣这，可是等一下，可是张雨欣头掉了，是没有声带的。他只能，但张雨欣只能说话，张雨欣不能说话。我们好严谨啊。陈建南就说。我的手机在我裤兜里，我蹲下来，你帮我用嘴巴。手机。蹲呀，他用什么蹲啊？他已经在，我下面有点难拿。你们一个是在第一层，一个在第二层，你们中间隔着个板儿。我在第几层？你在第几层？那这样，张雨欣在第二层。张雨欣说：“你在醋里泡。”张雨欣说：“抱歉，我不想抱歉。”对，张雨欣可以说唇语，他虽然没有声带，他说唇语，然后听到陈建南的话，张雨欣蹦动一下，冰箱的蹦下来，然后陈建南又蹦动，然后陈建南蹦动一下摔倒平躺了，张雨欣终于找到了陈建南的手机，在他的屁兜里，然后张雨欣艰难的用嘴叼出来他的手机，交给了陈建南，陈建南用他的嘴开始打字。用舌头打了110。其实用水也可以把这个手机给拨打。那我就手四肢都没。他有舌头，他为什么要用水啊？有人推。好，到你了。这个时候呢，张雨欣全部力气，张雨欣受不了了，他破鬼门而出。又破柜，就天天帮人破柜门。看到了，拿着手术刀的青云，青云还有这本事、啊，还会用手术刀。拿手术刀的青云，再跳，
但是呢，在跳舞。亲眼看见了，亲闻他先做手术，在跳失败。不，他在给刘淑贤做移花接木。你是哪里的花？接哪里的木？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腿不够长，我把陈海南接回来了。他的腿，四肢接给你了呀？懂了，懂了。他的腿哦，变成了张孝莹的腿。胳膊变成了暖宝的胳膊，怪你！这是个人吗？张雨欣看着眼前的一幕，我还不如死了呢，他崩溃了。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我的手？他说：“为什么我的手碰不到我的后背？”我的演员没到我的手，然后青云就说：“青云就说，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类。”哦，他是福瑞控，青云，你完全没有问题。青云，我是福瑞控，你就是心中最完美的人类。青云，我是福瑞控，我要赋予你一种能力，谁看见你，谁就会。晕过去，不确实，但确实会晕。话音刚落，确实会晕，就晕了过去。这时候青云说：“来了是吗？等你很久了，你醒了，那是时候把投影移过去了。”你把我投影拿去。不要，这个时候移花接木，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张雨欣的脸，不要，是我的头，我不要脸了，是我的头。是头，哎，那这就不是刘淑贤，就变成我的思维了，对对对，就把你淘汰了，一优胜劣汰，你淘汰了。刘淑贤跟陈建南一起被关进了冰箱里。哦，但是刘淑贤，那我不就变成这个猫爪人了？对，但是刘淑贤，而且是张小林的大腿，猫爪腿。口水在跟陈楠对话，啊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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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楠说：“我明白了，我现在，你现在，他不要来了，让陈楠就晕过去了。他现在因为陈楠失血过多，那你这110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等一下，你躯干还在，我头只在了，你为什么是你失血过多晕过去？我体质因为你体质流血，我体质比较弱，体质比较弱，你流不出，你是新时代人类。”谁看你谁就晕，所以我晕过去了。所以我跟你跟我聊天，退，我晕过去了。来，我们看这个盲人。我前面都听不懂了，我就大概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你的头是张现在我和陈楠被我的头和陈楠的躯人质被关在那个冰箱里。就是现在张雨欣的头，哎，人质是这样，然后身体是刘贤的，然后但是胳膊是暖宝的，大腿是张孝莹的。哎，人质，人质。哎，那刘淑贤的头在哪儿？在冰箱里。你看张雨欣换我了。哦，张雨欣还没讲完呢，他是新时代人类啊！你别忘了，是青云的最爱。都长那样了，还能不是新时代人类？他觉得他太晕厥了，真让人晕厥。这个现在是思想是谁的呢？但我们有一个伏笔，就是我们之前打了个110。对对对，如果你能把他叫过来就太好了。还不来？解决这一切吧，解决这一切罪恶。警察来了，直接警察来了，透直白。你不要这个伏笔吗？他走了，一群警察来了，就一个没用，多一点。冰箱门，冰箱门。外面事情能解决？警察敲冰箱门，有人在里面吗？警察才知道，警察是青云，开什么玩笑呢？警察为什么冰箱门？他直接开就好了吧？谁会敲冰箱门？外面有人在里面吗？怎么会这样子的？开玩笑，他敲的大门，哪里的大门？这个屋子大门，你们锁在这个地上的大门。啊！他听到没有人说话。于是，一群警察都往前冲，变警匪片了。他们唰站了一排。这个时候，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就是那个叉子呀，哦、他脑袋蒙着。我那个毛。他这样子转了过头，转了过来，转过头。然后所有警察看到他晕过去了。哦，
可是你有哦，看进去了吗？因为这是你的那个被动技能，我的被动技能，对，看到我都会昏厥。那也是你的被动技能，可是现在已经不是我了，是我的了。所以脑袋不重要，是躯干。躯干，当然这躯干多么的惊人。对，这是他的技能。我的技能，他是说今天晚上有好戏看了。谁说的？谁说？挑选他喜欢的，想要把这个。他想要把这个冰箱里的两个人，那还是人吗？一个人质一个头，给结合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都不够好。一个头在下面，一个头在下面。他觉得单杠的不够，不够，这是高度不够，我掉了，这身又躺葫芦。这个高度不够，哎，那只能你在下面了。谢谢你啊！那在下面的人咋的？他磨的时候都会把头发磨秃，就像拖着走啊！我们俩横着走，我们俩滚着走，横着。于是乎啊，对对对，给你吧，给你吧。然后我可不想接。我们俩这叫连体杠铃，特别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就命令这个直线男放一个屁，把他封到。他人质哪有屁可放？有有有，人质，人质有啊，人质没有吗？那还蛮优秀的，然后就把刘贤崩了。我是最完整的人了。这个时候看到了张雨欣在用暖宝的爪子在刨屎，还有包子。哎，为什么戴着墨镜太快了？回头问霍小慧，你还拉不？我而且我在想，暖宝没有了四肢，暖宝的没有了暖宝，暖宝的手没了，暖宝也是个残的人。对，我的手在哪？就这里面最完整的人是你。我听他们讲这些，我也想挠头。然后刘先生刚洗的，没看。哎，你救救我！我想回去。畸形秀，这简直就畸形秀！哎，我这边同事，你看，你看，怎么了？到哪儿了？到哪儿了？你们看得到吗 ？Hello， 被陈建南拍到了，非常不错啊。然后跟张雨欣相遇了，特地用了我的护发精。然后呢，我看到其实暖宝还推出去在那，完全四肢很。因为他太顺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暖宝的手在我的身上，但是他四肢却还在。现在是我的身上了。原来是静雯，他只是克隆了暖宝的两个爪子，然后放到了。看到我们刘书贤的最后的诀窍，谁都可以断手断脚，暖宝不行。放到了我的身体上，然后呢，那个刘书贤就这个头拿来滚来滚去的，也挺磨的慌的。头就掉光了，他说不行，我要想一个办法自救。然后他就是突然黑屏，他就是他的头突然进化出了一种特异功能，就是突然一个旱地拔葱，然后跳到了那个静雨文的那个肩膀上，然后这个头跟静雨文头说：“你起开，让我坐。”然后静雨文头就自动滚下去。静雨文说：“请坐。”啊，静雨文不是最大的反派吗？怎么这么废呀、啊？前面对他的铺垫呢？这些不都是静雯的阴谋吗？刘世祥的头就掌控着静雯的身体，然后呢，把静雯这个变态医生，然后拿一把大斧头砍得稀碎，把他的头砍得稀碎，变做成了肉泥。我带一下。他好废啊，这个大反派。然后呢，刘世祥想拯救这一切，他就把这个陈建南先拿出来了，我从冰柜里，我先把陈建南从冰柜里拿出来了，这光有点刺眼。然后因为陈建南的四肢不知道在哪里，对啊，但是刘世祥的四肢还知道在哪里，就先把那个，就先把那个，张孝莹的腿拔下来，然后按到了陈建南的腿。那我不是废腿了？把克隆暖宝的爪子放到了陈建南的，那我变成是了。然后呢？然后把刘世贤的东西都安回去了，安回去了之后，刘世贤现在就是很不错，但是只有头是张雨欣的，他就把自己头和张雨欣头换了一下，然后现在就是张雨欣在静雯，我现在已经张雨欣在静雯的这个身体上，然后刘世贤一整个就是很健康，然后陈建南这个是我吃猫猫，陈建南的腿是张小莹的腿，胳膊是克隆阿宝的胳膊，这是我这种机器人。但是刘贤不忍心陈建南这样子，就是，所以呢，他就是，到处，冰箱里，冰箱马桶盖上哦。
他倒也不必如此顺手吧，顺手放马桶盖上，就是都处理，就是再晚点都来不及了那种状态。然后刘贤就抓紧时间给陈南接上了。陈南现在就是一整天很健康，但是不知道张雨欣的肢体在哪里，现在只能他占用静雯的静雯的身体。然后呢，现在还有谁不对的？没了，就张雨欣不对，静雯已经成肉泥了，肉泥了。然后刘贤觉得不可以轻易的放过静雯的头，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肉泥做成肉丸子，然后给黄慧儿做了一碗四喜丸子。啊！哎呀，这个好。我张雨欣的身体不知道在哪里，刘世贤向张雨欣保证一定会找到他的身体，但张雨欣说不要了那个身体，我就要亲我的身体，一边说一边跳起了脱衣舞。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多好啊，这事儿怎么能放过呢？然后呢，就是个白色的胡小慧吃了这个四喜丸子，但是你知道这个亲我的头剁的肉酱，这个刘世贤的厨艺不是很精通，所以呢有一些牙齿没有捣碎，然后胡小慧吃到了一个丸子，里面有颗牙齿，他说啊怎么有一颗牙齿，然后就把这个丸子丢到了厕所的垃圾桶里。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平静的日子又开始了。但是在无人发现的垃圾桶的角落，那颗丸子它动了，那是丸子吗？那不是一个牙吗？他们说牙丸子，那个包含着一颗牙齿亲吻牙齿的丸子，它突然滚动了起来，向着远方越滚越远，最后这个丸子说我还会再回来的。有人还记得那堆警察吗？有人记得，还有人记得张笑盈吗？他没有打，张笑盈没有腿，张笑盈还没有吧，张笑盈没有打。有一天刘杰又来了，我不来，我累了，我也累了，我已经我累了。最后一把，最后一把，这个最后一把还耗费我80%的精力。轻工具。有一天，新的吗？这是刘淑贤在大洗澡房子洗澡，不带我了好不好？洗澡的时候，他在泡澡的时候，他想感受一下在。啊，等一下，你刚说轻工具，对，我以为你说的是你和轻韵文的这个 CP 呢。我俩叫轻工啊，轻工具啊，他工你啊，具是谁啊？具是他呀，工具啊，轻工具。对啊，我说什么时候有的这个说法？所以你的轻工具是什么？是哪几个字啊？轻工。哦哦，轻功片是吧？哦，就《甄嬛传》轻功剧。哦。有一天，刘贤他想回归童年时期，他在泡澡的地方，太难了吧？游起了泳。他在当所有人面儿，当所有人面嬉戏，当所有人面儿太过分了吧？当然了，洗澡堂子真是旁若无人。就在头扎进去的一瞬间，他才出来的时候，旁边人崩了个屁，已经变了。你变了，外面人说。小主，你该洗完了，皇上在等着你。我死了，该睡醒了，小主。这个小厮虽说是小厮，其实是刘淑贤的妹妹。那小厮是男的，你应该说丫鬟。女的，你应该说丫鬟。他的胞妹。哎呦，胞妹。刘杰是你的胞，那是小厮。那应该是小厮。姐姐说。姐姐你该出来了，该到你侍寝了。小主，刘贤会这么说话的。这个时候刘贤说我虽然是贤妃。贤妃了，好厉害啊。是贤妃，但是四大妃耶，我一定会为姐姐寻美好亲事。我明天给你在我们的后宫弄了个大 party， 邀请了100个太监参加。100个、你看上哪个选哪个，让你喜欢的如意郎君。后宫里有什么人啊？后宫里你刚说在20几号安排了一场直播，然后好多人都要去。看上哪个连哪个，看上哪个连哪个。女的，这个时候暖和着呀，皇上进来了。
皇上这么迫不及待的不在宫里等着，让他洗澡了。皇上说色急的很，这个皇上说我也来洗。皇上色急鬼，急色鬼啊！皇上我没说是谁，下一个。皇上是个色急鬼。皇上原来就是头顶着这个，什么呀？怎么又是变异？皇上怎么又是变异？皇上当妃子，变异去暖宝，皇上是暖宝，腿是空了。皇上。我救命！我走了。我要当妃。你怎么喜欢畸形秀？我不喜欢。我想当妃子。你就呈现他们来一个正常人的。我要当妃子。都清宫剧了，就别那样吧。清宫剧还有移花接木。皇上就是皇上。好卡，我知道了吧？很卡。我知道皇上是这样子的。四郎，皇上是四郎。皇上长得还行，就是嘴边有一颗痣。是谁呢？他的小名叫小狼，小狼，小狼，长得还是很是小狼的人体版是吧？小狼棍，小狼棍，小狼君啊，小狼君啊，长得还是很帅的。他看到了我的郎君殿下刘淑贤，说：“爱妃，爱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你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你没见过他就已经分成贤妃了，见都没见过就封成贤妃。你怎么洗了一个澡，人变丑了，苍老了许多？喂，还能继续吗？我也在想，只有我在回应他，你们不搭理他了。贤妃说：整个世界毁灭吧！好，好。不行了，我再说我在哭吐。这个世界毁灭了，但是他穿越，他穿越到了冰箱里。啊！救命！好，结束了，结束了。赶快毁灭这个故事吧。好累啊！又开始了一个故事。结束了，太好。我好累啊！我天，我好累，而且嗓子好哑。我很认真在听，我嗓子巨哑巨哑，是不是很哑？哎，我再有个五分钟跟大家说拜拜了。我再有个三分钟，我跟大家说拜拜了。两分钟。我再一分钟。怎么在卷？谁先下班啊？怎么好卷？好卷！那么卷啊，姐姐！我卷三分钟。那我卷。你说的是五分钟，你说的是五十分钟，你也卷五十五吧，跟我一样算。好，一起。好，五十五。好吧，统一。那我是五十四。哎，那我五十四，五十三点九。我是三点八。五十三点一。Hey Siri。现在就关了，你再说。Hey Siri。哎呀，不理我。不是，能给我定个110秒？不用再提我拿到第几名这件事，我已经忘却了。我已经通过转移注意力，忘记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事情。应该用那个亲，不是，应该用亲吻的头给里边什么做个汉堡。啊、对，哦，想起来了，我的不是黑，所以不让那说说的，我就很悲伤。我的是嗨，所以我叫嘿，他不理我。Hey Siri， Hi Siri。昨天很打脸，我就把明天我的电台删掉。哎，请把张雨生那段电台，现在咱们立马帮我找出来。我把它删掉，我天啊，太狂妄自大了，简直就是。说了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拼速度的话，咱们都挺厉害的，真吃很多。其实我根本没有吃饱，我就吃个噎着了。你没吃饱？我都还想吃一个自热米饭，你要吃？我滴会儿。吃一个那个辣味双拼，把我的麻辣王子拿过来。那我一会儿吃，那我一会儿最好是吃哦，吃一箱。你最好是车厘子啊啊啊！这我去，我去，我去，吃车厘子，你会撑到。你昨天说的糕点还有吗？有。糕点怎么不给我发微信？他正好在群里问，他群里问。什么节目？叉叉的节目表演了吗？有人问我叉叉的节目。叉叉得在公演上表演了。哦哦，直播直播，你来看公演吧，公演吧。是你说的直播，那变公演。那我们来定，我们来定个日子吧，哪天直播？哪天直播？脱衣舞。你要当我们面脱？我先去医美一下。什么时候？我的身材有点亮，我再播。听见就好了。什么时候定个日子？做这么大牺牲，就在这样子。用什么材料想好？椰子皮，哦，椰子皮，椰小格，椰子皮，哦，椰子皮。你个移花接木，那就移两个头吧。接了谁的？移两个头，你这就你俩的头。哎呀呀，老师，你们不好。
五十五了，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好了，拜拜，拜拜。兄弟们，再见了。